徐峥自导自演的《囧妈》成了这个春节档唯一一个如期与观众见面的贺岁电影。《囧妈》当中那个有点尖酸刻薄、说话语速飞快、做事拖拉、爱迟到、痴迷各种营养餐、被气到了也会耍性子的卢小花，让人觉得生活气息十足，不自觉间呢就被引导着带入了自己的长辈。影片对卢小花这个人物的设定啊，明显有黄梅莹的借鉴，比如说爱迟到，有点稀里马哈，再比如卢小花对于歌唱的热爱。为了卢小花呀，黄梅莹还贡献了自己的许多私照作为影片的道具。影片结尾，母子俩终于一路的陪伴和磕碰当中消融了原来的偏见和误会。徐一万离开的时候，镜头扫过墙上悬挂的相框，前妻妈妈年轻一定很美这样的猜想都在照片当中得到了印证。照片当中妈妈也就是年轻时候的黄梅莹真的是眉山眼水秀丽出众，已经70多岁的黄梅莹从40多年积累的深厚功底，出色完成人物的同时，也为自己的表演的履历上增添了精彩的一笔。但在生活当中啊，他与金星结婚35年，初期情深，一路相携。尽管已经不再青春年少，但是在小自己丈夫2岁的丈夫面前呢，黄梅莹却不自觉地流露出娇小的身形。正如网友所说，这就是爱情的模样吧。